因为我那时候，这颜色好漂亮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从国外回来，我根本没有听过什么台湾蓝宝，我以为蓝宝就应该是那样子很深的，很深的蓝。所以这个也是蛮久以前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也是我们的同学，他反正他刚好。 就是好像那时候还没有人开始炒台湾蓝宝，嗯，那我就说这个有多大？他讲了一个差不多将近50克拉，是的确有将近50克，有很大。因为我想说那好玩吗？反正你知道，有时候上心灵成长课程的时候很奇怪，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。 让我开心，我知道那种，你知道，那女人就是爱自己，这是身外物。对，我就买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心灵成长课程之后，消费力特别强大。没错，然后珠宝业者都是参加心灵课程，那你会有很多客户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只是买了这个蓝宝，是那个时候买30吧，那时候买30，那是后来才相识。这个是因为我妈妈她年纪大了，妈妈就我妈就看上我这个，嗯，那我。 我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女儿啊，妈妈年纪大了，带大的会比较好看呐。”那我一听懂了，你知道，原来因为我只是买裸石嘛，我就是请他们再帮我镶一下。好，所以公公裸石是30，我那个时候买30，所以这个也是蛮久以前。那那个时候，我就是买裸石嘛，我就是请他们再帮我镶一下。好，请店家。65万元。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就是台湾蓝宝。我已经现在这样子哈，我们在以前哈，像这样的东西一克拉大约哈，差不多3000到5000块。现在绝对，我看我估价还不见得是很，就是说很高。它现在行情到10000块，也是很干净，它是很干净，颜色是天空蓝。觉得它所以光这一颗，美。对，然后现在来讲，就是说很多的这个，这所谓台湾蓝玉髓，它都。 返销到这个印尼去，这漂亮的，好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找台湾蓝宝石哈，要去台东的都兰山，啊，外岛人会去海边挖，去找。现在还挖得到吗？就石头家族他们就去台风天过后就是往海边跑啊，有没有？都去找木头啦，或者找石头啦。那你在2013年的时候，桃园南崁溪。 干什么呢？苏俊，是，就挖出了2块石头，挖出了2块石头，台湾蓝宝，专家看过就是台湾蓝宝石，哇，这2颗蓝宝石8公斤，你知道1公斤多少钱吗？价值100万，哇，假设说您真的有这种兴趣，就是好，有政府工程的时候，就后面跟着看看，或许有机会。